高一带来欧姆南西北苏军来招来招好健康健康面对一家谁清爽欢迎收看苏军来招礼拜日特别节目嘎嘎面对来到金山医院不是个呢神经是你的来马预测生至于大我辅助第一月国口主任医师铁锤或是圣诞师喜玉扎喜主任欢迎欢迎欢迎那么唯一呢你的闺中李露玉你的李妹妹是吧金山金山你哪意思啦啊一抖抖鼻子啊，一语西子啊，现在人家一三五毛的拿上去，这怎么？哎呀，别干子！自从人家这囡囡高一进教头，专门过来验算，哎呦，到这个么子没进嘛，感觉还低的了。哦，那个是红叶三瓜。一个这专业介绍腰围围腰，哎，围腰，反正才是搿种么子进。哎，哎，史组长，那个当然还有那个啊？啊，我觉着那个老太，啊，特别是上班辰光，那现在。你是自个到的，还是医生喊你到？我自个到的呀，到时候我给他输好点呀。哎，几百块你来忙两下忙吗？啊？不能到啊，徐主任。也看个，有种到，有种不到。像那现在分明确的呢，还是脑瘫。我去医院看过，医生说我有点腰肌劳损。哦，腰肌劳损非到。啊？腰肌劳损非到。不要的。那我先拿掉。因为那个么子刀子啊，容易个肌肉萎缩，就是容易肌肉萎缩。往往这个地方的肌肉啊就没有受力，当然了，有的用，有的不用。但是你这个腰肌劳损呢，还是不用的好。跟那年纪轻轻，然后得腰肌来生这样。亚三奴哟，亚三奴嘛，丫头的口一直闹，然后得腰。就是抱宝宝啊，喂奶啊。哎，你等了我里像是俗称育脑机，他基本上不这五年都来公司啊。啊，是个。那是现在为止，受你这个节目了，搞得了是靠他辛苦业绩来生了。为了配合你的演出，我又要，但是我真的是腰疼，真的是腰疼。这个今天不是假装的，真的是腰疼。我牙齿今年我只女人为的也输给他。真的呀，我现在一天能够上班，但是现在生根个腰子。我估计可能痘痘皮个辰光，这腰子挺了还只可能啥。松了，是个，是吧？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嗯，那么我有一个雌激素变化。啊，怀孕的妈妈呢，真的蛮辛苦的啊。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腰椎的负重也增加。嗯，一个对个。嗯，那么你刚刚关在里啥体挪他？这个你这个我带着舒服呀。到时那我的印象肌肉个啥个？这个力度。一个呢，这个就是四边啊，一个围腰啊，包括这个支具啊，它这个带呢是有方法的。嗯，就是在急性期，或者说医生叫你不要动的时候，要防止这个。肌肉休息不到的时候可以戴，但是你已经上班了，就不能像我这种自己随便瞎七搭八的去戴一戴。随便戴呢，这个肌肉是要萎缩的。然后呢，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一戴就萎缩啊，就是这个东西呢不能长期戴。哎呀，我最近是天天戴，困嘎到了还。哦，我晓得徐主任的意思，我们还理解呢。这三个，比方说一个这里只三块，这个仓库的，嗯，实际上有一种是你努力这个这是反贴仓库的，反而看得更快。因为那太阳啊，有空气流通啊，弄得摆的四肢各位啊，那个你辰光三肢各位啊，反而会得个肉啊，会得有点叫反白，反而容易会得发黑，啊是这个意思啊，啊有点啊，有点个意思，但是常开的摆我在摆，房子细菌，对，就明显这，是这样子，我理解了。就是这里边其实因为观众不知道，其实这个是硬的，里边是有一根根的那个支撑的一个，对，所以它是帮助我腰舒服，其实给我的腰借了把力。但是徐主任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借力了之后我肌肉就不工作了，我肌肉越不工作它就越懒，它一萎缩我就永今生今世离不开它了。对，那一脚要棒来着，是这意思吧？对对对，好恐怖啊，快点丢掉它。哎呀，那个新娘啊，这个年纪嘛，啊是啊，还是这个舌头没发的，60岁嘛发岁啊，真的这个，你来自哪辈啊？你得自60岁、70岁哪辈啊？啊，哪辈呢？叫我个子，我不想要。那么留了我也养三年了呀，是啦。那么本身是这样子呀，那么我又非讲我不在，很多人像你办公室的，那女伴了，咋买卖了，迷了了，血都亏了，个个才是有点一种毛病的。过来了，养三斤啊？发，血都亏了，迷了养三斤。就是他们是办公室白领，用的辰光长。哎，才有一种问题。嗯。过来呀，国家总归有点毛病的。再加上这个
回答屋里向么？来看啊，一般三里多个点年纪的人们，基本上是睡几弄了，怎么还躺了还怎？哎，对个。哎，那么指数在不对着。嗯。啊，这个，那么有啥子？不是这个上个厕所，还是这个？你也有经验。一上厕所一弄个刻薄钟看着睡几？你也有经验。根本那个业绩也谁上着？啊，这个，个毛病肯定是要出来着。所以说，应该是一个十五个指数，一个十五个辰光，包括那个改了那个指数不对，才会引起业务这个啥？个些正常，把它肌肉，啊是吧？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嗯，啊是吧？这个，今天呢，你再来讲讲夜浪向个毛病啊。再在青格，过去实际上李妹妹刚刚个种就是养殖三人各位，啊是吧？腰肌劳损，啊是这个意思呢？这种已经属于要比较轻的比较轻个子，嗯，因为那重个我过去呢白抬不动子，躺了上房子。对个，像我这种现在还算靠住。啊，再轻个是吧？那么你实际上来等你来教授教授看。啥个是腰肌劳损？那个腰肌劳损啊，主要是呢是纯粹就是指肌肉里面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肌肉啊，那么这个腰椎旁边的肌肉就叫腰肌，或者腰大肌，或者腰背肌。那么你比如说手上的就不叫了，那老百姓写的那哎，这个谁不叫腰浪下来的？那么背的是叫腰背肌。那么这个地方的水肿或者疲劳的反应，我们医生讲起来就是。这个肌肉跟正常的有一点变化，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这个疼痛的损伤，嗯，腰肌劳损，腰肌劳损不是断掉啊，啊，一点老百姓知道，腰肌劳损是可以用点药就可以好的，休息休息就好的，不是堵套啊，堵着这一副叫劳损，这是皮来过一个损伤，对对对，肌肉有点吃力的，吃力的，肌肉对对对对，肌肉吃力的，各位腰肌劳损，二是说一脚熟了还是啥成功的呢？有可能的，啊，一种动作，哎。持续下去，那么也可能导致它的一种劳损，叫静态劳损，或者我们叫休息痛，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你比如我身上去办公室个第三天，嗯，个第鼻塞啊等等，甚至要从早浪向八点半要守得，有辰光夜里向八点半，基本上像传说当中吃饭上厕所，个基本上要再三一天要总个再三六七个钟头吧，再三守了还，大家都是一家人动到电脑门前。有辰光说哎，一开出来那样子没走，搞啊。鱼个，这种也是一种劳损的一种表现。嗯，它跟你天天搬么子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总的都叫劳损。那么确实，肌肉一个再大的原因，就是说明你一直让每一个啥活不动，某一种姿势，每一个姿势，每一个拐角，你一直不动的，那么肯定范围的啥子那个腰肌劳损。对，啊，这个，嗯，那实质啊，还有啥办法可以自测腰肌劳损？非等待像我那种哦，一算着晓得自个是腰肌劳损，就是让分数注意。哎，还有啥办法？还有办法晓得自个是已经可能是腰肌劳损者。那个呢，这还我是要寻医生，就体检是最好的，要让体检可以体检出来的。哎，让骨科医生去看看有没有压痛点，嗯，有没有这个弯腰的这个我们讲腰背肌或者接上韧带、接肩韧带，哎，说痛个地方，嗯，或者你转身的角度有没有变化，那么那个呢可以测。比如说你腰肌劳损了，你正常的角度就做不到，那么你总归是肌肉问题啊。那么像这种呢，让医生也可以看看，自己也可以查一查。哦，就是自己。转腰，那是个最最可能。你比方说，一般正常的人呢，那可能可靠医生啊，应该举手都可以吧？对对对，啊是啊，哎，没力，没转脑，哎，身体不动，哎，那可以啊。那就是自个动了，就是再转再再过去，哟，翻动着，哎呦，我过去看你，对个，真个脑，哎呦呦呦呦，起来着。真的起来的，嗯，起来的，嗯，最呆的，我哎，给他第一把换的上去个，我等下这个人，哦，对的，就是自己稍微弯腰，一个是搞微微烟，还有一个弯腰，我们这个腰椎啊，大家知道，一个是旋转动作，嗯，还有一个呢前后弯的动作，前后，然后这两个动作跟你没有发生腰痛的时候，就是明显减少，多半是软组织，就是我们讲的。腰肌劳损多半啊，当然明确哪一个部分呢，还要到医院去。那么这个是呢，我们讲就是软组织损伤或者软组织劳损。嗯，但是这个电视剧门的观众朋友啊，那做个几招动作的辰光，先慢慢接啊。那反正我要试试，咣一来心，上点年纪个反而弄出点毛病来。对对。啊，这个你包括你上点年纪个人呢，你这个我是个我身体骨，非咣当一来心，这个血毛呢直接下去。要危险的，啊，要慢慢接走，慢慢接走，啊，定定心心试测，轻轻松松，慢慢上，
慢慢接慢慢接，他转转转不过去是变外转，大家搿个地方是外一出事体个，是个。天吃。那么再严重个二十一岁也再不得出。那么就我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要腰椎间盘突出了？这个呢倒不是这样说了，这个呢，但老百姓也晓得，嗯，腰肌缆伸啊是腰肌缆伸，椎间盘突出是椎间盘突出，嗯，这个虽然给老百姓讲起来类似，但是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是两个毛病，嗯，腰肌这个腰肌劳损纯粹是这个椎管以外的肌肉了，肌肉了，肌肉了下，那么。那么你来，我们讲讲椎间盘突出。哎，好，你才晓得腰椎部突出，腰椎部突出。那么少什么叫腰椎部突出？那会得打得来颅底个颌骨呢？啊，我的概念就是那个骨头突出来一截。不对啊啊，这个呢，没那么简单吧？没有这样简单。哎，这个呢，是我来科普一下啊。好，那这个电视可以开一个镜头。嗯，我们这个就是椎体。嗯，这个椎体呢，这个都是骨头囊的。嗯。你看这个椎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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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椎体啊，都是独立的。然后它一个跟一个连在一起呢，这里有一个叫椎间盘，有个椎间盘。嗯、这个椎间盘呢，是其实是个人最重要的直立动物，直立动物。嗯，我们从台子上掉下来，这个力量从脚上，就是因为它的吸收而传不到大脑，所以人都没问题。嗯，换句话说，举个例子啊，没有椎间盘。人这个骨头跟这个骨头跟这个骨头全部连在一起了。嗯，如果从桌子上掉下去啊，跳下去，嗯，这个力量就传到大脑里了，就容易脑震荡。嗯，哦，首先老百姓要知道，这个椎间盘是一个很重要的缓冲。那么它怎么会缓冲的呢？嗯，椎间盘就是一个圆的盘，上面是骨头，下面又是个骨头，两个骨头就两个椎体。嗯，这个环是非常致密。什么叫致密？说对我讲起来，就是讲非常硬。嗯，但是是硬的。哎，哎，非常硬，就是硬的。譬如讲，你讲个麻的，我们讲的这个衣裳麻人，嗯，我们这个麻，这个衣服是麻的，嗯，硬的不得了。当然还有薄个衣裳，织的一个衣裳，嗯，那么它是硬的、麻的，或者非常致密。好，橄榄，橄榄上不是，橄榄里像一头浆糊，嗯，我们叫髓核。硬的叫纤维骨，这个髓核呢，80%是水分。嗯，是不是？我刚想浆糊样的这几步呢，就是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告诉大家椎间盘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纤维环，箍了一个很软的像浆糊一样的东西，这才能导致什么缓冲。嗯，才能导致缓冲力量。好了，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呢在哪里呢？就这个纤维环很多原因，比如说。经常的弯腰，嗯，比如说这个年纪增大，再比如说有些职业的运动，纤维环会变薄。纤维环刚刚我讲了，我描写很硬，它变薄了以后呢，这个髓核啊，它因为是软的嘛，它就往薄的地方，往薄的地方挤，嗯，然后呢，它就慢慢挤出来一点，勒出来的，对，那是割出来的，再割出来的。嘎大黑的鼻子一样大的，就这样变一个东西得出来的。那么这个东西得出来呢，旁边就是神经根，我们做过神经，哎呀，抽过做过神经，它呢给它的做过神经上游啊，它上游、啊、手骨神经，手骨神经它压迫了一根神经，啊，错的一样的模糊。那么这个叫椎间盘突出。我就知道了，就是像以前你自身缝完有个自行车胎，突然有一天某个地方，嘣、嗯、一个气泡就出来了，对对对对对，就它贴液瓦特的那么个它派。就是那个髓核拱进去，对对对对，然后拱到外面了，压到了坐骨神经。那么这个实际上，腰椎部突出，那还有其他的症状？老百姓一定要学会，嗯，就是腰椎间盘，我讲的是腰椎间盘，不是颈椎，嗯，腰椎间盘就是腰腿痛，嗯，也就是你要诊断腰椎间盘的，一定要腰痛，我腰痛的我，屁股上有手骨神经的大，哎，屁股上有点感觉，头腿上有点感觉。懈怠了有点感觉，当然有的人是全部，嗯，有一个人是一部分，大多数你往往是这个徐主任熬夜痛到达的屁股。哎，比如说徐主任我打断一下，嗯，腰痛我能理解的，腰椎间盘，啊，对对出来，为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屁股还能痛的呀？对，他那个呢手骨神经啊，坐骨神经啊理来的，正好就是从屁股这边啊一直往下一直通到脚底，
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根筋吗？通下去的吗？是我们一根神经，一根神经，看得见摸得着。从腰椎部开始到屁股这个头骨的一个面的到下去，头骨的下头，一直往到脚趾头，后头，再到小腿后边分叉。你最后头个，就是腰的屁股的后头。对对对对，都是走到这个我们大腿的后方。嗯，就是前方还碰不到，嗯、后方开刀要一定要当心。腰椎间盘突出症跟我有半毛钱关系？目前在中国，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为18%。虽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发年龄是30到50岁，但目前20到40岁的患者已经占了患病人数的64.46%。要是被它缠上，日常生活会有啥变化？腰肌拉伸，腰椎部突出，分布性概念一致。这个脚变歪啊，降不了变歪。直的。是瑜伽、普拉提、热门运动，不是人人侪还成功。与腰椎部突出不恐怖，各种方法让你轻松康复。肌肉练好，每一次至少要10秒钟。光盖复杂，马上出来。苏州第六届瑞士名表展活动倒计时，品牌名表浪琴、梅花、三度式、浪驰全部瑞士进口，2.5折起售。瑞士进口机械表展会现价2980元，瑞士原装18K金刚毅系列，时长参考价47400元，直供价2.5折，仅需11850元。正品行货，假一。活动截止8月9号，苏州主会场三香路金陵雅都大酒店。哎呀，王女太气啊！我今在中浪向请客吃饭，用脱300多，关键上侬袜子衫上浸泥抹着，快堵着，搿车子了、水池了、房子了，侪抽到搿能吃了。哎，是吧？我不当啥事体，搿么呢？腰里向再请我吃腿的，不是还晒的吗？对，腰里向再晒一遍了。哎，现在咋那么对呢？手最近的半夜随心升级，抖手最。六区四十三可以抽高，快点喊那套窗的老娘就去报名呀！啊是啊，哎，那么哪抽高法呢？关注收最近的公众号报名，或者呢让支付宝浪向搜索收最近的还可以报名啊，免费了抽高抽奖才可以。那是马之三母啊，不得高的是吧？哎，我马上弄个海鲜菜，大牛奔驰娘去。嗯，哥，哎，那要不要请我吃啥么子？让苏州看见你的风采，秀出真实努力的你，拍摄抖音短视频，添加话题苏州劳动者云舞台，就有机会拿走现金大奖。火红年代的建设者们，云舞台等你来秀，聚力前行，苏州爱你。牙齿种植找牙博士，牙博士口腔，欢迎您继续收看。士兵来招，来招，欢迎收看与苏州8年来日的李良子都要播出的嘎嘎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跟我有半毛钱关系？目前在中国，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为18%。要是被它缠上，日常生活会有啥变化？早上刷牙得保持雄赳赳、气昂昂的姿势，要是一不小心弯个腰，没准腰突就发作了。鼻子一痒想打个喷嚏，得赶紧摆好马步，扶着东西绝不能弯腰。好不容易出了门，挤车也是一大考验，被人轻轻蹭一下腰，就疼得呲牙咧嘴的，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上班开会，座位上的腰突患者如坐针毡，一动不敢动。不管是腰还是屁股、大腿、小腿，甚至每一个脚趾头，都像过了电一样刺痛。打个篮球吧，扣篮那么帅呀、啊，可这一碰，腰立马就像有把电锯在割，有无数根针在使劲往腰骨里戳，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葛优躺舒服吗？这一躺下，腰就跟硬木板似的，大活人换上木乃伊，动弹不得。挪一下，床上跟有个铁钉一样，那个疼啊！那就不动，用不了几分钟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背上长刺儿了。这痛啊麻啊还是小事儿，但这病发展起来，如果拖着不治疗，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甚至终身瘫痪。那么你呢也来问清桑一个问题，你哪来区分那 A 个强的是业绩来生，那 F 强的是也这不得失踪。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嗯，就是我们当然是电视里了，就是我们就是讲的是一种通俗的啊，还不是对个案，因为也不能把我的话当为这个案，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医生的理解啊。腰椎间盘突出，往往第一问病人，他往往腰痛，至少有屁股、
或者大腿的症状，那么这个是椎间盘，如果没有就是普通的腰痛啊。那么腰肌劳损呢往往是不导致下面的，就是根本不会有脚很麻。好，还有一个，自己家里啊躺着，像这个啊这个娃娃，因为没有大的标本啊，没有大的这个模型啊，标本的话，画不出这模型，你不是得个标本嘞，人体标本是给你在这做医生啊，然后呢，这个呢躺着躺平，如果这个脚抬起来，哎呦，我看到起来着，哎呦，那个一根筋，这个脚非歪啊，下下面就非歪，直的，甚至笔笔直抬起来，一根筋。一根筋如果余地起来，一点点起来可以，谁说明是椎间盘啊，那个腰痛呢至少是跟椎间盘有关系，当然以阿余宁椎间盘的车把腰扭上来一带的，但是呢至少你可以分出来哪有椎间盘。不哎，师长，根本我不得门上的给这脚烫了还，那个也里坏啊的，脚没得反弯，甚至，根本你打个坏在螺丝上的呢。那么，你人家离个我个器材个是挨打还坏上去，你像你这个挨打是负来着。一个是我忽略着，一个视频讲的非常对，一般正常是七十度，七十度啊，七十度。那么运动员，比如讲，海底运动员九十度，体操员，体操员180度，体操一包不少，对。所以士兵讲的非常好，所以讲你自身正常，你中国也七十度、六十度也有，你讲许主任我抬得30度、40度才磨着，我这才有根筋子，搿么呢？这个带有力气的，那个是有椎间盘的。那么你讲我两只脚抬起来侪没反应，两只脚也侪没反应，腰痛，大多数是腰肌劳损。哦，这个自测方法蛮好的，回家就试一试。哎，那躺平各位，那我用这谁做个书啥不给？躺平各位，这那这是哎叫什么台？对，基本上呢，像没得飞歪，是啥？七十度左右，七十度左右抬起来。没问题。哎，就是你这头个说说是那啥么进不来，谁还自己帮个忙？对，辅助一下，抬，麻不麻？麻不麻？也是可以的，阿莎。那么史组长，你生活当中呢，有辰光一种动作啊，做出来对个些腰部啊，肯定是不害个啊。那比方说个去搬物事啊，一带身体啊，个一带身体，一般我是有什么的，一般今天去搬物事是不害自家搬个，还是人家扶来之在自家搬？你上个平时个本身我是讲，自家也来行。他给他用于最上，所以您不也是个叫某的歪曲，不来各位再来补么子，这个是对的。这个方法，那一般实际一单是肯定是错误的。那么，尾鱼啥个也注意的？尾鱼哪个也注意的？尾鱼呢？其实大家知道，现在练瑜伽，这种，练这种健身的运动，甚至还有一些撸铁，就是讲，困了海弄个台湾，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呢，你适不适合？就是你过去这个肌肉适不适合，你过去这个腰椎的这个小关节托的这个力量适不适合。我也看到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也看到这样的病人导致椎间盘突出，他呢不是瑜伽呀，现在夯得不得了，像我这种产后的都有很多人来推荐练瑜伽，练什么普拉提，都对，说是对身体好的，对身体好的呀，怎么运动还能对腰不好呢？我们应该告诉这个观众啊，或者老百姓啊，就是每个人的韧带其实它都不是一样的，所以呢它的柔韧性的活动啊不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跟，就是两个人都要一模一样，就他能做的你不一定能做，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因人而异，对，因为刚刚视频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讲每个人有个性化的，因为有的人我真的看见他去，不讲哪个名次的锻炼嘛，就是做了这个运动以后啊，椎间盘突出，还有的去做了以后啊，肌肉拉伤，这个肌肉有这个磁共振啊，有撕开。那么像这个呢，他一个他一直太坚强，其实痛的时候他还在坚持。那么这个呢，其实痛是一个信号，就应该休息了，就应该停下来了，但他还坚持。那么也可能是教练啊或者周边的人呢鼓励他。那么往往这个时候呢，你要坚持，你要坚持下去，往往这个时候就容易损伤了，反而不好了，是吧？那么，记住啊，假使是一个人啊，已经有腰椎盘突出症，是吧？那么还有啥个办法还解决的呢？啊，看得还个那个毛病啊？椎间盘的发生率，我们讲啊是很多很多，就是到也跟那个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大概我数字啊大概也要有50%-60%的人都有，但是有的人是没有症状，有的人是有症状，好，我们讲的是有症状的，但是有症状的记住，老百姓要记住，
椎间就是腰椎间盘，第一个是保守治疗，伴随治疗，绝对不是手术。那么哪伴随治疗？谁吃药吗？我是拿烫来别动啊。对，椎间盘的保守治疗，我们从理论上来讲，绝对卧床。嗯啊，第一，如果椎间盘是绝对卧床，嗯，首先我讲的椎间盘你一定要诊断清楚啊，嗯，绝对卧床。第二，一定要用消炎镇痛药，嗯，我们讲的就是非甾体类药，这是所有的指南，国内国外指南推荐的，嗯，还要用一定的神经营养药，嗯，还要用一定的脱水药，嗯，然后这些药绝对卧床以后，多半的病人都会好转。哎呀，世界机会是很广大，对，两周。这腰椎间盘突出该怎么治啊？疼痛是炎症的第一标识，炎症一来腰就痛得不要不要的，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消炎。一般使用镇痛消炎类药物，这些药物通常是通过血液运输抵达患处，起到消炎缓解疼痛作用。但腰椎间盘那里压根就没有血管，血液中的药物要想抵达腰椎间盘简直难于上青天，所以消炎效果会来得比较慢，来得慢治疗周期就长了，而消炎一不彻底就容易复发了。除了药物治疗，还有一个保守治疗方案，就是中医理疗。我这个髓核都突出了，中医用什么来拯救我？针灸、推拿就是中医的两大秘密武器，能够有效的活血化瘀，改善腰部的血液循环，让神经根得到更多的营养，还能放松腰部肌肉。肌肉放松了，无力死命地扯着椎骨，腰椎间盘的压力自然得到了一些缓解。这样一来腰就舒服多了。如果前面两招都没啥用了，还有一招就是手术。据相关数据显示，有10%的腰椎患者是需要采用手术治疗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是咋整的？换一个新药？这个倒也可以有，不过最普遍的套路就是摘除突出的髓核，甚至清理掉椎管里的纤维环碎片，消除对神经根的压迫和刺激。那做完手术后我该注意什么呢？这么说吧，就是牢记一二三，一个中心思想，为腰椎间盘减压；两个方向，负重的不要，弯腰的不要；三个注意事项，睡硬板床，坐硬沙发，有空多游泳。哎，那为什么是介绍个康复日历？哎，这个呢也是的，就是椎间盘如果症状好了以后，嗯，那真的要康复。也就是我刚刚我上次个节目也讲过，诊断明确，治疗选对。然后康复很重要，嗯，因为康复呢就导致你不要再发。那么我今天插一句啊，嗯，如果这个椎间盘药也吃了，徐主任你讲的睡觉我也睡了，嗯，但是我一年反反复复发作，嗯，我已经影响我的生活质量，嗯，甚至影响我的这个工作的，我没办法上班了，嗯，那怎么办？嗯，那还是要到医院考虑手术的，嗯。那么好，你说徐主任我又不想开刀，但是呢我又不想反反复复发作，嗯嗯，那怎么办？那只有进行康复锻炼，也就椎间盘疼痛、腰腿痛解决以后，那么就要练腰背肌，那么就要练什么？这个把肌肉练强大，然后不让椎间盘再有突出或者再有临界点的这种可能。给我们拿理发师呢？那么我们就是讲了啊，比如说我现在带了一张纸头啊，今天做节目啊。嗯，像这个肌肉的训练呢是非常好的，嗯，我们叫做竖脊肌或者腰背肌，嗯，等长收缩也好。那么这个练呢还是要有时间，要有这个强度的。比如说他平卧在这里，嗯，然后呢两个脚跟加上两个肩膀，嗯，加上一个头把它顶起来，把肌肉练好，每一次至少要10秒钟，然后10秒钟以后放下来马上再练。那么这样呢连续10次算一组。很多这个我的病人啊，嗯，有的老太或者老头老爷爷老奶奶，他说我去练了，他就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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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得累死也没有效果，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个10秒的收缩训练，就是他抬起来1 2 3 4 5 6 7 8 9 10放下来，一二马上连续啊，连续啊，连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放下来，再连续一二三四五六十次，休息一下，蛮累的，这是一种。那么年轻一点的人呢，就可以开始练练游泳，这个仰泳啊也练腰背肌的，对吧？腰肌拉伸，腰椎部突出，分腹肌干内一展。这个脚别歪啊，降不就别歪？直的。瑜伽普拉提，热门运动不是年龄谁还中招。与腰椎部突出不恐怖，各种方法让你轻松康复。肌肉练好，
每一次至少要10秒钟。光干啥啥，马上转来。本栏目由苏州百年老字号李良记特约播出。传承中医国粹，精选道地药材，买滋补养生调理品，就在苏城百年李良记。小时候，母亲跟我说，时间流转无声，珍惜光阴，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读书时，老师告诉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成长需要时间去沉淀。长大后，世界向我证明，人类文明数以千年，身边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时间却很难改变它们。掩埋在垃圾场的塑料瓶需要500年才会自然降解。你的改变或许能带来世界的改变。士兵来招，来招！欢迎收看由苏州百年老字号李良记特邀播出的《嘎嘎面对》。甚至呢，有些人呢，就是说走路的形式，比如说倒走啊，当然没有这样的文献，但是很多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是有效的，那么我建议大家呢，这个康复训练呢还是很重要，还是要抓住。如果你不康复，那很可能又要再发。那么掌握了这些呢，往往这个康复治疗还是非常有效的。那徐主任，我觉得我还没腰椎间盘突出，我不是现在有点腰肌劳损吗？包括现在很多白领都有这种呱唧呱嘎的买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应该，而且越早越好，越早越在。就是我们不但是有病了要做这个动作，我们没病可以用这个动作来预防。对对对对对。我看那图片上还有下面还有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又这个叫小燕飞。小燕飞呢，这个动作呢，年轻人可以，老年人蛮难的。我的病人问了，他们做这个很难，做这个简单。小燕飞呢也是的，他就是说人，这个是仰卧，这个呢是俯卧，就屁股朝天，所以屁股在踢了。对对，那么来的得跟架，谁切起来？就这么小船。实际上，还是一个男朋友，这谁是个人啊？就这样。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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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样，对对对对对，哎呀，理了。这样。病来什么？病来什么？还是什么？放松。这病来什么？放松。这边来什么？挨个农业背景里了，甚至这个加饭加没得饭，喂，往上头听，往上头抬，就有点跳降落伞的那个。对对对对，小燕飞，这个老百姓都知道的。对，挨个也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键要坚持。我呢也做了这么多年医生，很多病人啊坚持不下来。性格没动三年下。对，对个。一天要做多少组啊？一天呢，至少呢，我们建议啊，50次，就是5组。五组，我以为50组下五组，然后呢，最好呢能够6、7、8、9上去，但是这样呢能够导致什么？肌肉呢能够坚强，然后呢，为什么坚强有效呢？肌肉坚强了以后啊，这里我忘记讲了，肌肉这里坚强了以后啊，这个椎间盘啊，它的后凸的力量就减少了。如果弯腰的时候呢，这个后凸的力量大。那么也这部特色，那现在就是讲去俗称的讲讲讲，一个是用不着。动手术，还有一种得了实在没办法是半动手术。那现在动手术是开大刀啊，属于啊？有微创，但是也有开放。嗯，那么这个呢，希望要找医生呢，要好好的去分析。这要量身定制了。要量身定制。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椎间盘开刀的时候，最好要找2家医院的2个医生去来评估一下。也就是说。椎间盘这个开刀与不开刀真的还没有经标准，就是有的医生说开刀，有的医生就说不开刀。所以呢这个怎么办？没有错，都没有错。为什么？它的侧重点不一样。那么我个人认为你要看你了，
就椎间盘到底难过到什么程度，嗯，或者到底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到什么程度，嗯，那么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是要比较一下的。好，那么徐处长，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啥个办法过的啊？这种方法推到对本就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秘方？你一个骨科专家肯定有吧。那么我呢也是喜欢运动的，那么我呢一直跟我的学生吧，我也不敢跟观众，我不敢讲啊，就是跟我们家里人啊还有这个学生啊，其实一个人呢想健康呢，第一我就感觉到运动很重要，生命在运动，生命在运动，当然这个运动啊别以为是跑啊跳的，嗯，就是你至少要每天要动，嗯，我们这个骨松，我原来是我们搞骨松的时候就知道一天至少要有30分钟做家务的工作，那么你至少你家里有人有阿姨啊或者有父母啊，你至少也要去倒倒垃圾啊或者扫扫地啊，嗯，这些动作还是要有的，动动就是要动动，嗯，是吧？每周至少要有2次的户外运动，嗯，这个很重要。这个户外运动，户外运动就是指比如说有太阳的时候或者说要出汗这个运动，嗯，那么这个呢是对我们一个心脏还有对我们的肌肉还有对我们的维生素 D 都是有关系。那么你讲红毛哥是不是最老了，还是百步，还是哪天？那么，哎，对，刚刚讲就是我是喜欢稍微快走一点，快走，哎，就是不是百，这不过是快走，哎，快走，因为有人喜欢跑步也蛮好，嗯，但是呢，这个跑步呢，我也怕关节磨损，叫磨的。但是走路呢，相对来讲呢，我不主张慢走，我主张就是稍微快一点走，就心跳能加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要补充点钙质，比如说我就是非常喜欢喝牛奶，嗯，啊，当然不一定每人有的人不喜欢喝，但是你总要想办法补充一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职业中医师梅铁莹。关于腰痛有很多俗语，从自古有之的站着说话不腰痛，到现在的网络热语大家都有椎间盘为何你如此突出，可以看出腰痛的普遍性。据统计，腰痛的发病率仅次于感冒，有80%的成年人都有过腰痛的经历，而这其中70%的腰痛是由腰肌劳损导致的。腰肌劳损是骨科门诊常见病，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腰肌劳损的症状呢？那么请跟我一起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有如下这些状况：腰部长期且反复呈钝性胀痛或穿痛不适，时轻时重，缠绵不愈，严重时甚至卧床不起。在休息或加强腰部保暖时适当的改变一些体位，这些症状啊就会减轻，劳累或者受寒湿症状就会加重。腰部有压痛点，腰部活动并无异常，但是活动受限，有下肢牵拉痛但无走窜或肌肤麻木感觉。我们中医认为腰痛的发生常与感受外邪贴扑损伤有关，病在肾足太阳膀胱经督脉，基本病机是腰部经络不畅，气血瘀闭或肾精亏虚，腰部失于濡养。根据患者的病情不同，一般针灸会选用肾腧、大肠腧、阿是穴、委中等穴位，如果是淤血阻滞寒湿腰痛也可以进行赤裸拔罐，在家里啊也可以做些运动疗法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腰肌功能锻炼。公认的比较好的方法有一，拱桥式，仰卧床上，双腿屈曲，以双足、双肘和后头部为支点，我们称为五点支撑，用力将的臀部抬起，如拱桥状。锻炼的进展啊，可以将双臂放于胸前，仅以双足和后头为支点进行锻炼，反复锻炼20到40次，每次保持在10秒钟左右。二，飞燕式，动作要点啊，俯卧在床上，双臂放于身体两侧，双腿伸直，然后将头上肢下肢用力的向上抬起，不要使用肘和膝关节屈曲，要保持一个伸直状态，也是重复20到40次，每次保持10秒钟左右，早晚各一次。大家日常生活办公时啊，一定要注意，要选用一个高矮合适的椅子，让你的脊柱保持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同时根据季节变化要注意对腰部的一个保暖，适当的运动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放松腰部肌群。可以在晚饭后1小时在你家的小区啊、公园啊做一个收腹挺胸的小步快走的动作，或者是在站立状态下双手叉腰，两腿与肩同宽，腰部放松，呼吸均匀，做前后左右的旋转，开始旋转幅度要小，然后逐渐加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魄，和腰痛说拜拜。
好，那么今天呢，你是辰光出发的啊，你也得呢，问在来辰光再问着。好，拜拜，拜拜。